让他继续吗？你给他权利吗？我看他后边还有什么把戏。还有什么把戏？行吧，接下来是张萌的告白时间。李博，我今天穿成这样，蛮尴尬的。来之前吧，很多话想跟你说，结果现在吧，都忘了。我想跟你在一块儿，你愿意嫁给我呗？刚才说肯定会给我结婚，你知道这一个想法让人光想着呗是最难受的。我觉得你应该考虑清楚现在自己的目标。结婚的事以后再说。哥，再造五辆坦克，我打造一个中国最牛结婚车队，兰博基尼全部都弱爆了。我想跟你